而且剪刀助理的慢动作，小心翼翼帮 model 剪头发，虽不是专家，但颇有家世。原来年轻时为了省钱，也曾自己动刀整理门面。其实我在国外做这样剪头发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那时候有互相，对，不过我们那时候是剪的，都是剪男生，男生跟男生互相剪的。想起的美回忆，朱立伦十号将启程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身份访问美国，第一站抵达洛杉矶，隔天飞往重点华盛顿。除了将接受《华盛顿邮报》专访、拜会智库以及几位涉台相关事务官员，至于是否入国务院、白宫，国民党表示尊重美方安排。而这回朱立伦访美行，预料将谈到刚刚落幕的马习会。我这次去美国，对于台美未来的关系，尤其是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的伙伴，那我们也希望说让美方了解国民党对于两岸的政策。马习会华丽落幕，国民党内部评估有助蓝军归队，朱立伦更要在两岸外交领域接力出牌，还算对手蔡英文不要只会像酸民一样看坏马习会。马习会是在全世界的眼光之下来见面，我相信这是我们应该乐见的、欢迎的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只要朱立伦当选，那就是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甚至第四次，我们持续的针对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面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预计。朱立伦一方面尊马，一方面质疑绿营心态，激发蓝绿对决气氛，顺势打出两岸牌，把选战议题拉回国民党擅长的领域，力拼逆转胜。这里是郑陈玉文 SN 小组台北报道。